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页第一行啊。我们从第二句念起，烦恼复之则隐，智慧了之则显，非声音之所生，为了音之所了。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自信隐显，这个现象隐与显都没有因啊，不像一切万物，一切万物确确实实所谓是因缘生法啊，这是佛家的，只有自信不是因缘生法。为什么呢？他没有生，他也没有灭啊，在宇宙之间真正讲到不生不灭的就是自信啊。自信从哪里来的？无有来处，啊，自信为什么发生的？没有原因啊，只有这一桩事情啊。所以这里说得好啊，它非声音之所生啊。但是如果你有智慧啊，你确确实实能够啊证得。这个证得不是说你得到了什么啊，你真正知道它的存在啊，而且真正知道呢，它是宇宙的第一因啊，宇宙、生命、我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是佛说的很好，一切万物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没有声音，实有啊，事实因缘所生法啊，性没有，这个要知道啊，这个很难很难懂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那么讲到声音，我们前面提到啊，诚实论里面的三音，这个三因也就是讲的一切万法啊，一切万法总离不开这三种因啊。第一个是声音，第二个是习音，第三个是意音啊。那么这些概念事实都围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你都能通达明了，你是个明白人啊。如果不能通达明了呢，那你就是个糊涂人，糊涂人在佛法称为凡夫
明白人呢称之为菩萨。啊，菩萨跟凡夫没有两样啊。啊，只是对于一切万事万法了，啊，明不明白。声音我们说过了啊，只有自信没有声音，除了自信之外通通都有声音。宇宙怎么来的？有声音啊。我从哪里来的？有声音啊。怎么来的呢？我们在华严会上讲了很多啊，不止一次啊，啊，时时刻刻的都提出来啊。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提示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够认知，不是说听一次就明白了啊。这个话听一万次你也未必能明白，就是未必能明了啊。不明了就不得受用。真正明了啊，就得受用。这个受用是什么？受用是大自在。大乘教里面讲三德，如果真的明了了，你就得解脱德。啊，解脱就是大自在。啊，那我们不得大自在。还有烦恼，还有习气，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真的明了啊，只是听说而已。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学习要不断的重复温故而知新，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真清楚了，三德都现前啊，法身德现前了啊。什么是法身德呢？整个宇宙啊是一体，这是法身德啊。你就不会再分人我，没有这个概念啊，你真正晓得整个宇宙是自己啊，好像我们明了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你就不会再去分啊，这是头，这是眼睛，这是耳朵，这是鼻子啊，这是手背，这是手指，你就不会分了。为什么？一体嘛。啊，所以你真正这真的法是法，就是神。啊，法心是真心，法相是真身。啊，法相在这个大的方面来说，变法界、虚空界，范围四小来讲，怎么娑婆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啊，大抵你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啊，叫世界海啊。啊，佛说了，在这个大宇宙里面呢，像华藏世界海无量无边啊，无有穷尽啊。有没有声音？有。
啊，声音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篇文字里面的第三段就讲了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啊，这是性德了，所以他的心声音是性德。那自信的声音，自信就没有声音了。啊，所以呢，第一个源头没有声音，第二个就有声音了。啊，宇宙出现。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幕后的一句话，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有声音。啊，前面讲的没有声音。啊，前面你比如说他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个清净没有声音。本不生灭没有声音。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都没有声音。法尔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不可思议。佛这一句话说的妙啊。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不是物质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不是精神我们的意识想不到。啊，这个才是真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最难懂的就是第一段啊，因为在第一段的时候就他们有声音，二段以后啊都有声音，那就很好懂了啊。那这第一段里面就是禅宗里面常讲的，哎，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禅宗常常参这个话头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讲得很清楚啊。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讲的没有这么清楚，但是也讲得好啊。那是什么呢？叫常寂光啊，我们不要说土，也不要说神，就叫常寂光。啊，那是本来面目。常寂光就是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佛经里头还有一个名词叫大光明藏。啊，那也就是讲常寂光。啊，也就是讲自性，自性，自性是大光明。这个东西，你说体会，体会都体会不到。为什么？你体会用心呢？只要想用心，全用妄心，真心用不上。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是下面讲了因佛性。啊，所以这个非声音之所因呢，之所生呢，这句话的时候要肯定，决定没有怀疑。啊，有怀疑，那就是障碍了，烦恼障。啊，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那么你在这上面怀疑了，你就永远不能见性。啊，不能见性，造成什么样的障碍呢？出不了十法界。哎，跟你说，你可以出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十法界。啊，十法界最高的是佛法界，你没办法超越。啊，也就是说，
你永远见不到诸佛如来的常寂光净土，你见不到啊。所以这个疑要断了，这个疑啊，六个根本烦恼里头的疑，不是普通的疑惑啊。我们普通讲怀疑，不是这个，那你就搞错了啊，就是对这个自信清净心没有原因生的，你发而如是，对于这个不能怀疑啊，这个疑情断了，你才能体会到啊，万物都有生。第二个呢，讲吸引。这个声音呢，万物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唯心所行啊，这个心就是自信啊，自信能现啊，能现为什么会有差别？能现应该都是一样啊，没错，确实是一样。这个差，种种差别从哪里来的呢？差别从习因来的。啊，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含糊，没有佛法讲的这么清楚。啊，我们中国你看三字经上小朋友都会念，哎，性相近，那个性就是自信，不是声音之所生。哎，习相远，什么习音啊？我们中国人讲习惯啊，所以说少尘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习音就是习惯。这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虽然不长，就一句。如习贪欲而业长贪欲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他跟善人在一起，他自然就变善了；跟恶人在一起，他就学坏了啊，所以环境啊，能变化一个人的气质啊。啊，那要晓得这个是烦恼没有的啊。最高的我们不说。啊，最高的是起心动念。自信里头有没有起心？没有。啊，所以起心动念也是声音。啊，起心动念之后，现种种不同的现象。啊，这个十界、六道、三途。啊，这些染净、善恶、苦乐，完全是习心啊，是习因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教育的重要了啊。所以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我想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了在中国这个地区。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我把我这个看法
向他老人家请教。他老人家给我证明，他理上讲得通，事上没有证据，这真的，事上没有记录啊。佛在经上也没有说中国古圣先贤哪些哪些是佛菩萨再来的，没讲。所以事上没证据，理上讲得通。为什么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在世间六道三途，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这得大自在啊，一点障碍都没有。他怎么能现身呢？现身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他种种实现还是非声音之所生。性如是，相也如是，这个道理深了。为什么他觉悟了？所谓觉悟啊，就他不起心不动念的，那就不是声音之所行生。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声音之所生。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起心动念。诸位晓得，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北印度，应化在人道，也有父母，也有诞生，也有童年，少年、青年、晚年，都有这个现象，有生有灭，79岁圆寂。这79岁死了，有生有灭，这是不是有声音之所行？没有，这个难懂啊！这明明有的事，怎么会没有呢？这真的没有。给你讲有，这什么随顺俗地说有。要随顺真谛呢，真谛没有，这不好懂了。佛一生说法，在总体原则的上是说，佛一二谛说法，就是真谛俗谛，俗谛就是以一般人的常识跟你讲，你会懂。真谛是什么？真谛是一，所以第一一谛，那就是如来清净的境界没有。这所有一切万法也是非声音之所因，这个太妙太妙了。这个太难懂了。虽然难懂，真的佛有善巧方便。也能够叫我们细心的人稍有体会。就是这个宇宙的来源，这是我们第二段要讨论的。宇宙的来源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我们也不懂。我们听到这个名词，总是我突然起了个念头，想到一桩事情，这起心动念，不是，不然，我们这个念头太粗了，不是佛所说的。佛所说起心动念极其微细，
微细到什么样的程度，不但我们自己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菩萨也不知道。啊，菩萨在华严经上讲的有41个阶级。啊，这不算前面十信，前面十信位算上的是51个阶级。啊，这51个阶级那真的都是菩萨。那我们就是连最初的初信位的菩萨我们都比不上人家。啊，我们这一生认真修行能不能修到他的地位不多。啊，为什么呢？初信位的菩萨给诸位说，自私自利没有了，名闻利养没有了，五欲六尘没有了，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啊。所以他了能够把六道里面的三界88品见惑断掉，我们有没有办法断一品？啊，这是真的啊。啊，88品见惑，佛菩萨又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这个说话就好讲了嘛，因为教学方便起见嘛，分为五大类。啊，88太多了。啊，这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见。啊，身见断掉了。啊，也就是说初信位的菩萨绝对不会执着这个身是苦。这一招就不容易啊。我们还执着身是我啊。啊，他知道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身是我所有的，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什么是我呢？他已经懂得了灵性是我。啊，才是我。到最后跟你说什么是真正的我了。我们这第一条里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是我。是真我啊。啊，这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的，把身当作我，你说糟不糟糕啊？好比一个人，我们比喻吧，这衣服是我所有的，他把衣服认为是我，我忘掉了衣服是我，这执着这个衣服，你说是不是错误吗？啊，六道里面的众生哪一个不把身看作是我呢？纵然他修行啊，修定能够达到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他还是有身见，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比不上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菩萨是身见破了边界破了，边线是两边。我们为了说话方便起见，大家容易懂，不用这个，不讲这个名词。我常常讲对立，啊，两边不就是对立吗？啊，初信位的菩萨，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相对论呢，相对。他没有相对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冲突频繁呐、啊！不但是家庭有冲突啊，父子兄弟有冲突，夫妇有冲突。啊，踏进社会，与一切众生冲突，与一切万法冲突，怨天尤人啊，这是现在社会现象啊。这种乱象根在哪里呢？根就在对立，就在边界。边界没有了，所有一切冲突都化解了。初心为的菩萨做到了，啊，下面邪见，那是错误的见解，啊，见取见，戒取戒，是成见，它通通都没有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啊，所以证得了初性位的菩萨，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对，天上人间啊，而佛说得很清楚，最多七次，他就证阿罗汉果啊，超越六道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不能小看他，哎，他是初性位的菩萨，啊，那也是圣人，我们叫小圣，啊，在三种不退里面，他证得了位不退，啊，所以从他算起，五十一个阶级。啊，那到什么时候，哪一个阶级才能够真正懂得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讲的起心动念啊，八地菩萨，哼，你们想想看，八地多高啊？你看性位十个阶级，十心啊，再往上去十住。摄行、摄回向，四十个位次了。再上去摄地，摄地你看看，从初地到七地，四十七个位次；到八地，四十八个位次。到八地菩萨了，才知道佛所讲的起心动念。七地菩萨都不知道啊，八地菩萨才知道啊。啊，所以佛天天给我们讲起心动念，我们通通都误会了。啊，认为我们这个粗糙的这个念头啊，就是起心动念，不是，太危险了。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哦，这才恍然大悟啊。啊，那么佛问他，啊，一般人讲的这个一念，我们讲七个念头啊，一念，真的粗念呐、啊，太粗了。佛问弥勒菩萨，这一个念头里面有多少个细念？这微细的念头，啊，真正的那个起心动念。啊，有几个念头，有几个行，有几个识。啊，行是什么呢？行就是物质，物质现象；识就是精神现象。啊，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一弹指，啊，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呐，啊，这一弹指啊，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的，这是单位，多少个十万呢？32亿10万。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320兆，320兆的念头，你看看一弹指，我们怎么能知道？一弹指，这里头就有320兆的念头。换一句话说，320兆的念头啊，成就一弹指。那我们起一个念头的时候，不止一弹指啊，一弹指速度太快了啊！现在我们通常讲这个时间呢，以秒为单位啊，一秒钟啊。那我们弹指啊，我们弹得快，大概一秒钟啊，弹4次。在沉思，啊，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个心念？1280兆，这样快的速度，八地菩萨知道，八地菩萨那个定功身啊，甚深禅定里面极其微细的那个念头一动，他都晓得啊。那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就是佛经讲的起心动念，就是佛法里讲的根本无明啊。佛在大乘教常讲一念不觉而又无明，就是有这一念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样微细的念头是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出现，行界有时啊，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实啊，啊，精神现象啊，换一句话说，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同时发生的。精神现象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宇宙。啊，这个物质现象变成宇宙啊，精神现象就是自己。啊，我们现在讲所有一切动物。啊，所有一切动物里面最重要是自己。啊，其他的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啊，这动物啊，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现象的环境啊，这么个来源啊。如果边界破掉了，不再有对立了，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真正讲修行，从哪里修啊？啊，先要知道无我，生不生我啊，然后要知道我们跟宇宙对人对事对物都是一体，没有对立啊。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为什么呢？他迷啊，他不知道啊，他执着身是我啊。我们觉悟，觉悟的时候，觉悟之后整个宇宙是我，
我怎么能跟人对立呢？就受伤害呀，也不对立了。啊，我想有很多人有这么一个经验，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啊，不小心呢，牙齿咬了石头了，石头咬破了，流血了。你想想，牙齿跟石头两个对立吗？它不会对立，为什么呢？一体。别人跟我对立，还不就跟牙齿咬的舌头一样吗？他可以对立的，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了，没有对立了。啊，没有对立就是和谐。啊，所以要晓得，宇宙是和谐的。啊，和谐是自然的。啊，与性德完全相应。啊，对立、报复、不和是错误的，啊，完全违背了自信的，这错误的，啊，所以，因为习因，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啊，应化到这个世界，这是什么？众生有感，它自然然就应了。这个感应，我们到后面也要详细说明。啊，应化到身上，那教我们呢？我们很不幸啊，堕落在六道啊，啊，堕落在六道里面，我们应该怎样过日子？啊，我们在六道里面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都要知道啊。然后，所以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这才得其正。啊，不会去向邪恶。啊，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提升自己的灵性。那用我们贤首大师这篇文章来说呢，就是望尽还原，回归自信啊，这个价值观正确啊，一点都没错误啊，啊，生生世世记住啊，学佛修行。起头难，那只要起头这个瓶颈突破之后，渐渐往上升呢，它是几何级数往上升。啊，最困难的是开头，而开头最困难的是对于佛给我们讲的这个自信，啊，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认知太难了啊！你怎么能够啊对佛所说的深信不疑啊？这一点比什么都困难啊！我们现在一般人相信科学家啊，为什么相信呢？科学家用很多仪器把它证明了。那我们对佛菩萨所讲的，我们就不相信的。其实佛菩萨跟科学家一样，他也是证明的。啊，但是他那个证明只有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菩萨的教学也非常科学。啊，他教给我们方法，你自己去亲证，什么方法呢？修禅定。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要知道，法是方法，门是门径。这个方法门径啊，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通通都是达到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是一个方法，无量无边的方法都可以能达到。所以，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禅定，无量法门就是无量的方法修禅定，是这么个意思啊！啊，你自己修，你的定功浅深，啊，定功浅的突破一部分，定功深的那突破大部分，到究竟圆满全突破了，你就晓得整个宇宙啊，真相，这真相大白了。华严经上讲的是宇宙真相。这一本望境还原观里面讲的是宇宙真相啊，这篇文章略述，华严经细述，啊，其实里面所说的性相离世因果都是圆满的啊，没有欠缺，没有增减啊，妙不可言的。啊，不但佛法是平等见性啊，那我们在纵观所有一切宗教，如果真的会修，都能达到这个境界啊，都能够超越六道，都能够超越十法界，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是你会不会呀？啊，我相信在早期啊，每一个宗教传教的那个时候啊，创教的这个人都有相当的功夫啊，就是定功啊，啊，他们都亲证了境界啊，那么这个证得浅深不相同啊，有些宗教确实他见到天道啊，啊，他就很满足了。我们大乘教里面常讲得少为足，看到这样非常美好，就安住在那里了，叫升天啊，天层次很多啊，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但这都没有出六道轮回啊。更聪明一点的人，这定功更深的人，他突破了六道啊，阿罗汉，我们在楞严会上佛所讲的九次地定，你看世间到八定啊，再往上提升一等，第九定就超越飞翔欲界的最高层啊，飞翔飞翔出天，他超越了，超越就超越六道了啊，他到哪里去？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去了啊。那么这个才真正成为正觉啊，佛家修行这个梵语音译的这个终极的目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罗汉得到正觉，六道里头没有正觉啊，纵然到飞翔飞翔出天啊，佛也没有说他是正觉啊，正觉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再往上去辟支佛啊，辟支佛再往上面去是菩萨，菩萨在上面是佛，是法界的佛，不是真佛
啊，天台大师的六即佛说，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真的。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佛的标准是用真心，不再用妄心。十法界里面的佛呢，还是用阿赖耶。啊，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啊真正的转八十乘四支，都没转得过来。啊，所以在十法界里佛，如果转十乘支，啊，转八十，八十没有了，变成四支菩提了，那十法界就没有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他是生阿弥陀佛的十宝土。那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他肯定是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那华严经上说，圆教，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就到这个境界了。啊，实现圆满就出了十法界了。啊，就回归到一真法界。啊，那是诸佛如来的净土了。啊，所以四圣法界是诸佛菩萨的方便有余土。这些是什么呢？设法界六道三途全是吸引。啊，吸引所成就的。啊，所以这吸引关系太大了。啊，教育就是为了这个。啊，教育的兴起也是为了这个。为什么要教育？吸引。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乱了。啊，真的叫世界大乱了。啊，这桩事情。啊，早年李老师往生的时候，啊，往生的前一天下午，他告诉在身边的一些同学，我没在场，同学们转告我，他老师说了，世界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了。他说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李老师最后的遗言就是这么一句话，叫我们要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啊，第二天早晨他走了。啊，我们这些同学记住老师这一句遗言。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是最稳当的方法，是最快速的方法，最可靠的方法，真实不虚。啊，我们今天学华严，不是修净土，为什么学华严呢？彭济清居士讲得很好，
这个都是敬宗的大德。彭居士，我们相信他不是凡人，因为他一生行业是一般凡人做不到的，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他告诉我们。他说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真的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是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的系数这他提出来，那我们仔细再去研究研究这三部经真的我肯定他的话，他的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无量这个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的总结归向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在极乐世界。所以慧基本前面一篇长序梅光系居士写的，写得好梅老居士是我们李老师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学生我们在称祖师这个代代相承这叫师承，哪里会有错误呢？所以我们学华严没有离开净土，而对于无量寿经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了。李老师那个时候发心。他也给我讲过他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呢再讲一遍阿弥陀经他就往生了但这个话他没有兑现他华严经讲的还不到一半他就走了。这个里面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不应该走，但是他走了。怎么走的呢？食物中毒两次食物中毒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第一次食物中毒他用解药化解了没事没受什么大的伤害。过了半年的时候又遇到一次老师是在讲这个习惯要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他是山东人喜欢面食。所以同修煮了一碗面给他吃那个面是面条这个市场上卖的时候一把一把的一把一把的那个面条那都放很久的里面有防腐剂没防腐剂它怎么能放那么长久可能是过了期了所以煮吃这个面的时候味道都不对他自己晓得可是呢要让这些学生欢喜当面吃当他的面把他吃完回去再吃解药
啊，第二次遇到这个事情，他还是这样做法的。可是回去吃解药迟了，他这个毒发作了，这个伤害就受大了。啊，他差不多病了三个月，元气大伤啊！啊，所以他老人家看到我的时候，也在的时候警告我，啊，说过好几遍，不要到馆子吃东西。啊，馆子里面东西不干净啊。啊，就对于饮食要特别注意小心。啊，他也许是什么，因为他懂医啊，他懂得怎么解药啊。啊，所以他敢了。啊，我们不敢了。我们闻到味道不对不敢吃啊。啊，不是，我们怕中毒啊，他不怕中毒啊。啊，他的亏就吃在这里。啊，所以实在是不应该走。我们那个时候看他，老师至少也能活120岁。啊，你看，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啊，自己可以料理自己。啊，所以没想到他是遇到这么一个因缘，啊，是给我这个很大的教训，啊，一再嘱咐。饮食要特别小心啊，所以这个习因呢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何把自己不好的习惯改过来啊？用什么改呢？什么标准呢？《弟子规》是标准，《感应篇》是标准，《十善业道》是标准。我常常讲啊，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真正想学佛，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啊，把这个东西落实，就是古大德教给我们的持戒念佛。我们今天光念佛不持戒，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你的习惯不好。习气不好啊，极乐世界的人不收啊，所以你要看看世尊在阿弥陀经里面给我们介绍的那些话啊，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你看他的标准，善不是普通善的，上善呐、啊。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修十善业道，上品十善，升天呐、啊，欲界天呐、啊；中品十善，得人间富贵人道。下品十善是修十善，夹杂着傲慢，这是阿修罗道，叫三善道啊。所以我们把阿修罗那个要除掉啊，至少的是中上品的十善，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经本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就是这么一个标准。你要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迎你去啊，那个地方的大众不答应啊，因为你不善呢会把他们的社会扰乱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好比移民啊，他那个移民的条件啊，这个是第一条啊，很重要的，必须要通过。我们确确实实是上善之人啊，要修上品十善
啊，那念佛往生呢，你真有把握。啊，这十善要记住。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什么叫上品呢？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上品。有这个念头，没有行为，中品。啊，中品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中下辈也。那上品呢？上品是决定能够生凡圣同居土上三辈。啊，给诸位说，上三辈多半是欲知实知。啊，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啊。啊，这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要练功夫。练什么功夫呢？不但不杀生，连杀生的念头都没有了。啊，不但不偷盗，连占人便宜的念头都没有。啊，不但不淫欲，淫欲的念头没有了，这叫上品啊！我们不是做不到啊，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的来修学，啊，这叫真功夫啊！然后念佛不能间断，不一定在口里头。心里头有佛啊，经上告诉我们，忆佛念佛啊，亦是想佛啊，想经上的教训啊，念佛是心里头真有佛。你看那个念是经心，现在的心，心上真有佛，不一定是口上，口上有佛，心里头没有佛，没用处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古人说的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最重要的是心里有佛啊，那我们这样的这个习因就太好了啊，我们要培养这个因啊，千万不要惹现前社会呀这些烦恼习气，很不好。现在社会人家是什么是价值啊？啊，财富就是价值。啊，人到世间来干什么？来赚钱的。钱能带得去吗？带不去。啊，这是我们在今讲习里头常常奉劝同学，我们要修带得去的，我们要干这；带不去的，我们不干，我们不要。你要晓得，财产带不去，你何必去搞这个？啊，名利带不去，名是可虚名，啊，地位带不去，啊，你这个家亲眷属你也带不去。带不去的这些东西啊，你过分的去操心啊，错了啊！所以啊，要把能带得去的啊，你看佛经上常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啊。啊，那你就晓得那个业是带得去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净业，有染业。那我们要带敬业，我们要带善业啊，修十善带善业啊，修清净心带敬业啊，这是我们真正的价值观。
我们才真正能够得生净土啊！啊，所以这个习因比什么都重要。那如何我们得清净心呢？啊，我有一个方法。啊，凡是染污我们心里的东西啊，通通把它排除掉。头一个是电视。啊，我不看电视啊，总有40多年。啊，这个染污嘛，报纸染污，杂志染污，电影染污，戏剧染污，连唱歌都染污。我一概拒绝了。啊，我没有权利叫你不演。不演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啊，那我每天听的佛号，看的佛经，一天都不离开。58年了，啊，讲经教学51年。所以才能保住啊，这个清净心。啊，古人讲啊，3天不念圣贤书啊，面目就变了。我们要是3个月把佛法丢掉的时候，肯定被社会啊不良的习气染污，那还得了吗？啊，所以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还能保持住的时候，靠什么？靠读经，靠念佛。啊，电视电影偶尔看一次都不可以。你要想的，那一次，在你阿赖耶识里落下的种子，你要用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把它除掉，麻烦透了。是最好的方法，根本不接触。啊，现在有不少同学发心呢，想编导一些佛教的这个影片连续剧，好不好呢？好。那我看不看呢？不看。好什么？给别人看嘛。啊，宣传佛教嘛，是好事情嘛。我也赞成，但是我不会去看。啊，所以这个自己一定要把持到啊。啊，第三个讲一因。有个简单的解释，啊，如以六根、六境为所依，而生六识。啊，六识从哪来的？六识的真因还是唯心所现。啊，但是他要没有一因呢，他只有影，他不会现。啊，就像能大师所说的，啊，本自具足，自信里的本自具足。如果没有六根六境呢，他生不出来，他就不能显出来，啊，影现不透。啊，他要是由六根六识为缘。他就生了，六十就起来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可是六根六境是属于物质现象，啊，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念念成心，六根六境都是心，
啊，行界有时，这个六时就从这么样生的，啊，生起六时。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所依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跟古时候所依靠的环境不一样了。啊，古时候的社会，因为圣贤教育普及，啊，普及到平民，我这样的年龄，啊，我童年的时候，啊，我大概三岁时候的事情我还能记得。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这是抗战以前，啊，农村里面，教育不普及，啊，学校很少。所以文盲很多，就是不认识字。虽然不认识字，但是他受过很好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从小长辈呀，讲给你听呐，做给你看呐，身教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世代相传啊，老人教儿女，特别重视女孩子，女孩子将来为人妻为人母太重要了啊，所以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这是许许多多外国人啊，我所接触到的啊，研究历史啊，特别是中国历史，非常羡慕啊，中国这么大的版图，这样大的族群，几千年来长治久安，他怎么得来？全世界所没有的啊，虽然古时候也有乱世，但是乱世时间并不长啊，一般改朝换代五年动乱，它就恢复正常秩序了啊，那么快它靠什么？靠教育啊，就是靠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不一定要认识字啊，懂得伦理，伦理是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君臣的关系，就是现在所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是道啊！啊，所谓道的时候呢，它是自然形成的，啊，这个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啊，受约束的，不是自然的，啊，凡是顺乎自然形成的叫道，遵守自然法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德。啊，所以五常，啊，五伦是道，五常是德，
啊，五常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不认识字的人，他懂啊，他做到了。啊，我的母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们从小母亲就教我们这些道理。啊，他从哪里来的？是他的父母教他的，他的长辈教他的，啊，他也这样教导我们。啊，所以从小啊就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英国的教育不能够疏忽啊！《安史全书》里面有两句话，周安世说的，他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两句话说的好啊，真话了啊！因果关系这个社会的治乱，你说多重要啊！所以中国在古时候啊，学校虽然不能普遍不普及，不像现在，但是在教育啊普及啊，他用什么方法呢？寓教于乐啊，我们现在人讲的是文艺表演啊，表演的内容，这个里面就叫说唱艺术啊，说书的啊，戏剧、舞蹈啊，诗歌。这个里面呢，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啊，农村里面庙会啊，佛菩萨神仙啊，这些节日啊，都有表演啊。那么这些表演里面的内容呢，都离不开忠孝节义啊，都离不开呀，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受教育啊，啊，应急的设施，这古人聪明啊，每一家有祠堂，啊，过去是大家庭啊，不是小家庭啊。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不分家的。啊，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清寒、贫困，啊，依靠姑母，啊，姑母嫁的王家，啊，王家是大家族。兄弟十个不分家的，啊，这都在抗战之前呐、啊，啊，大家庭的人口多，啊，那个时候王家已经衰了，啊，虽然衰了，还有两三百人。啊，一般的这个大家庭，五百人是正常的，兴旺的七八百人，这一个家了。啊，所以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啊，现在讲家的时候，没有人能懂了，你没看到，也没听说过。
啊，所以这么大的家庭，如果没有规矩，那得了吗？啊，我们这些年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是什么？就是从前这个大家庭里面，必须要遵守的规矩，总共113条啊。啊，共同要学习的，每一个家庭都要学习的啊。但是每一个家庭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必修的之外，他还有学习的啊。那是他家里面提出来的，你看看家谱里面有啊。因为每一个家族他还要重视其他的规矩啊，那么他的祖宗的传统还有他家庭的事业那不一样啊，所以他必须还有其他的条文啊，这个是共同遵守的啊。对家道有家规啊，或者叫家训啊，有家学有家业啊，人人都要遵守啊。所以这个家庭从老到少啊，都守这些规矩，都讲道义，那么换一句话是人人都是好人，这个社会也没有作奸犯科的啊，都守规矩啊。祠堂是代表伦理道德啊，孔庙啊，代表圣贤的教诲，城隍庙代表因果教育啊。这三个硬体设施啊，每一个县市都有它产生教化的这个功能，太大了啊！让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起心动念没有邪思啊？为什么呢？他受伦理道德教育啊，他认为做错事情是羞耻，不但是个人羞耻，我们的这个祖羞耻，祖宗蒙羞，他怎么敢做啊？懂得因果教育，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敢做坏事情啊。所以从前旧社会呀，警察没那么多啊，各种行业里头最轻松最快乐的是做官的。为什么呢？没事做，没有犯案的啊，没有案子办的啊，人人都是好人啊，事事都是好事啊啊，所以做官的人很轻松啊，啊，他们空闲的时间太多了，游山玩水啊，写诗词做文章啊，消遣啊，不像现在呀、啊。现在你看这个官场里头办不完的案子，开不完的会，真辛苦啊！啊，这是原因呢。那个时候，这三种教育落实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全民落实了，啊，做官的人就轻松，就愉快，啊，现在人把这三种教育疏忽了。啊，没有伦理，人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连父子关系都不知道啊，所以小孩杀父母。啊，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美国发生6岁的小孩拿手枪把父母杀掉。啊，杀老师，杀同学，杀兄弟。啊，那还有一种拿到枪的时候乱扫射。小孩啊，杀到好多人呢、啊。啊，警察把他抓去了，为什么要杀这些人？无缘无故，这也没有仇恨。那为什么杀呢？他心里有怨恨，他恨这个社会，恨这一切人。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啊！那么像这种事情，我们能想象得到，往后这种案件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习因嘛，它自自然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啊，我们要想社会长治久安，没有别的办法。啊，真是这英国人讲出来。啊，英国汤恩比沃斯啊，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外国人讲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说的什么？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佛法里的确实，大乘里都有高等哲学、高等科学，这华严经，这毕竟是少数，这不是多数。啊，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啊，相当的长明，突飞猛进。那么这部经在今天这个时段里头，我们做一些研究讨论，对于高等知识分子肯定有帮助。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接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个好现象。那还有一部分人把它看作宗教，把它看作迷信，不愿意接触它。啊，这样的人也很多。啊，我们自己在年轻也犯了这个过失。啊，以为它是宗教，以为它是迷信。不想去接触啊。那么我对佛教的认识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才知道啊，佛法不是迷信，它也不是宗教，它是教育啊，它是个就近圆满的教育，无所不包。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所以他从哲学的这个观点来看佛经，佛经是高等哲学。啊，那么从科学观点来看，佛经是高等科学。今天哲学与科学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华严经上都有答案。
这个很难得了。就像我们讲宇宙的起源，生命从哪里来的，讲的比现在科学家讲的透彻。科学家谈这个问题，我们还打问号啊，还有怀疑啊。而佛法你讲的时候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佛在禅定里亲见的境界，那这就是科学。它不是随便说出来，不是推理，不是想象，是真的看到了。那么下面讲为了因之所了，这一句非常重要，你怎么知道的？佛法涅盘经里面讲的三因佛性啊，第一个正因佛性，简单的说，什么叫正因佛性？佛在经上讲，利一切邪非之中，这邪非之中正真如也。中是中道，中是什么？不偏不邪，叫做中。叫中正，真如。真如就是自性。所以正因佛性呢就是自性呢。一直成就法身之果德，所以叫正因佛性。你看这个有声音呢，有声音之所生，你怎么证得发生的？是因为你立一切邪非。这个邪非是什么呢？邪给诸位说，就是华严经上常讲的分别之主。自性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邪呀。非是什么呢？非是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中正真如就现前。中正真如就是我们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就现前了。所以佛大乘教讲的真好啊，简单明了。我们一般讲呢，佛法学什么？我们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怎么样得到呢？你看佛给我教给我多好啊。你能把执着放下，执着是邪，只放下执着，你就得到正觉了，你就超越六道了。那么你就晓得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从执着来的。只要你有执着，就有六道。什么是执着呢？你要记住，一念。一念是多长时间呢？是1280兆分之一秒，就那么短的时间，你起了个一念的时候，相就这出来了，就是六道的现象。那你也在六道之中。如果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个念头没有了，
六道轮回啊，像个梦一样啊，醒了，没有了啊，没有的时候，哎，梦里面境界还能想得起来，还能记得起来，那就那习气啊，习气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习气到四圣法界才去断啊，习气断掉了，那就叫辟支佛。啊，所以在辟支佛的位置上，啊，习气虽然没有了，可是有分别，啊，分别也是习，啊，自信里头没有分别，啊，都叫邪念，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再分别。四圣法界里面呢，下面的两个声闻缘觉就没有了。那剩下的是菩萨佛，小乘没有了，大乘出现了。啊，菩萨虽然分别断掉了，还有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没有了，那就成佛了。这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为什么呢？他还有起心动念，就是还有妄想，妄想中非，这段讲的非。啊，利益一切邪非也，他还有非。啊，妄想就起心动念没有了，中正真如现前。这个中正真如就是十报庄严土，就是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都出现了。啊，我们一般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的出现的就是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里面的众生。啊，我们一般讲啊，啊，诸佛如来啊，或者是讲法身大士啊，他们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分别之处习气都没有。啊，他有什么呢？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就是无始无明，他有无始无明习气，习气没断，这个习气没法子断，你不能去断它，你一断它不就有起心动念了吗？他不起心不动念了，你有什么法的让他自然的断让时间去淘汰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佛说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以诸位要知道，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普通修行，是讲明心见性之后，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的，要把那个起心动念的习气断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事难懂啊，什么叫习气啊？啊，古人这个比喻很好啊，古大德用酒瓶来做比喻啊，酒瓶里的陈酒的，把酒倒干净了，里面擦干净了，确实一滴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这个味道你能不能断掉？断不掉了。为什么？你清洗的时候都洗干净了，没有办法把它洗掉了。啊，那怎么办呢？酒瓶塞子打开，放在那个地方，放那个半年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啊，所以它要相当长的时间，自自然然没有了。啊，这个叫出习气。啊，
那个诸佛的十宝庄严图从哪来？就是那吸气，他只要有吸气，就有十宝图出现。吸气没有了，十宝图没有了，所以十宝图也是假的啊。《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通指一切，并没有说是诸佛十宝图除外，佛没这个讲法，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啊，到习气断尽了，十宝图就没有了啊。所以大乘经里面确实有这么一句话，流祸运生啊，也就是到等觉这个位置，这个习气已经很微薄了，这一点微薄的习气是可以他把它保留住啊，保留住什么？就十宝图它存在。啊，如果不保留呢？不保留十宝图就不见了，不见了的时候，长极光显现了。啊，我们这个净土就四图啊，最高的长极光，长极光就是自性，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出现了。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要知道，十宝图里头还有物质精神现象。你看这个讲的多清楚啊。啊，讲的多明白啊。啊，所以我们了解哦，这诸佛一真法界，十宝图我们常讲一真法界啊，十法界一真怎么来的，到底怎么回事情。你看它的声音、息音、意音啊，这通通跟你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从理上讲，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只要你真的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那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念之间呢，有没有这种人？有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事情，菩提树下一下放下，成佛了。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做事情，五祖方丈室里头半夜三更啊，忍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大意，我们知道慧能大师不认识字，绝对没有经本啊，经本他不认识啊。啊，祖师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心，他放下了。啊，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摄除。他见性的境界啊，他见性的性像什么样子？祖师是要考验考验你，说来听听啊。你看他说了20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圆满，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最后一个能生万法。忍和尚一听不用说了，也不要讲了，一波就给他，叫他赶快走啊。为什么赶快走呢？怕别人嫉妒啊，不服啊，要害他了啊，叫他去藏起来。你看他到猎人队待了15年，大家把这个事情也忘掉了，他才出来。哎，这也给我们示现嫉妒障碍是多么可怕，不可以抗衡，只可以回避。
啊，也是让时间久了，大家淡化了，也就跟那个喜气一样，慢慢没有了，哎，它再出现。啊，所以这叫顿悟，顿舍，放下是舍，顿舍，他一下就放下了。上上的人，啊，那上中下三根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佛有方便法，你慢慢的放，先放下执着，再放下分别，最后再放下起心动念，啊，这叫渐悟渐修。啊，渐渐放下。这个法子里头成就的人可多了。啊，所以佛法齐如境界的秘诀就是看破放下。啊，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知道佛法殊胜啊，这佛法太好了，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秘诀让我们很快就能切入。我提出这个问题，他看了我半个小时不说话，我也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啊，我等他回答。啊，他看我，看我什么呢？心浮气躁。年轻吗？啊，心浮气躁的时候，跟他讲什么都不能接受。啊，所以他看我，我看他，我们在晓得这修定了，让你整个心情定下来，静下来，他就跟你说，你看半个小时。跟我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没有给我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我听不懂啊，看破放下，哎，好像似懂非懂，我就问他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余布施，他教我这个。啊，这个我懂。啊，叫我要认真去做。啊，这真是方便有多门呢，归元啊，无二路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这一段还没有讲完。啊，明天我们继续再学习。谢谢大家。